天我们来体验大安亲子馆，来看一下三个小朋友很认真的在干嘛呢？洗手，然后呢，看一下这个环境，我觉得这个环境真的很漂亮哎，你觉得这跟美国怎么样？这边比美国的大很多。大很多，看一下，你看，这只是三楼哦，它其实有一二三楼，我们现在在三楼这个边，它有那个舞台，还有这个很大的那个积木区，后面还有那个劳作区，那觉得好玩吗？对，很好玩，因为它最主要它是融合东方文化跟西方文化，所以它比美国的更多元，它还有皮影戏，对，那边有皮影戏，看一下。还有舞台剧，然后它也有美国小朋友最喜欢的乐高，真的。然后它还有厨房组，还有图书馆、电影院，好好玩，对不对？对，还有早点来哦，拜拜。好辛苦啦，来到大亲子馆啦。哭，你看妈妈有多辛苦，来说一下吧，感觉怎么样？太好玩，玩过头，玩到太累了。太好玩过头。我们要准备去晒团，去晒团。太好了，两个都是 Elsa 吗？对啊，等不及，下一次再回来。对，真的。在台湾待几天？待十二天。十二天了，还是很短，对不对？好，等等，你看妈妈有多辛苦，那就先这样子喽，拜拜。说一下拜拜，不哭了。拜拜，挥挥手，拜拜啊！我有东西。是呢，有很多亲子馆。今天我来的是大安亲子馆，大安亲子馆。有三层楼，很好玩。外面有这个长颈鹿呢，然后有积木区，然后结合还有皮影戏区，还有舞台，小朋友的夜店，然后还有服装道具可以试用哦。这边还有那个这个很好玩，荧光棒，它必须是什么颜色，很好玩哦。然后这边还有很多劳作区。我觉得这边我是最喜欢的，这边有很多教具，很多的劳作小东西，可以做很多这样的东西，劳作很棒，我觉得。好啦，有机会就来这边玩玩看啦，上面有可爱的云。